幾分唔知幾多咧，啱咁多人咧，買幾日？咁每個人今日之間有冇乜嘢啊？有冇分啊？咁我講嗰方面嘅嘢。外國的產品的距離是一種質的一個批，現在香港是屬於一個正監批的批分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是最近基本有基礎的英文在香港，那將來可以發展的原因呢，就是做了一個時間，那需要你們這個批分的原因，是否要做的原因是可以的，那其實這個批分的原因是最重要的，
我哋行咗入去嗰度，或者外國投資者留喺香港，呢個係對香港嘅商品嘅選擇，而幾多國際嘅企業或者公司內地嘅企業喺香港嘅上面嗰個創新嘅選擇，總部意思就係嗰個窗口度。除咗周邊嗰啲客家方面嘅地方，地方本地嘅發展，咁就已經開始做發展。整完咗窗，開始係冇得做。一開始咧出去，同出一啲上海嗰啲大嘅地方，出邊嗰啲窗口都係做唔得。如果對香港嘅影響，我就係近唔到啲人。即係香港可以講啲。咁啊，有啲誒喺呢個城市呢啲項目，佢哋咧都持續討論做大嘅事，咁而家都係咁樣嘅，要準備個方案。有機會再同我推銷下香港嘅特色咩嘅項目咧？咁其實今年九月三十號係十七號，一個九月十三號，香港嘅一個人民幣喺中國嘅幾多個發行。咁佢哋就推上嚟嘅，即係新嘅生活環境嘅。咁其實係佢確係今年嘅特別，就係因為佢哋咧2022佢哋只係喺2019嘅成績嘅，亦都睇到有啲有啲另外啲數據就好啦。咁喺亞太區嘅係2022今年九月咧，總共投咗係518億美元，但係咁喺睇到嘅，一間嘢好多人好多人投資，咁一年上咗幾多包，咁啊年年都幾多錢，咁嚟講，但係佢自己本身都幾多，投資者嘅保障唔同，因為好多時喺投資啲喺投資者追求嘅資產。我唔同佢唔分析啦，其實因為我冇咁明，基礎投資者佢做呢個嘅點，佢點解不上市咁難咧？咁但係佢就可能係咧，佢一間公司專業嘅資格，佢幾日資格咧就入咗資格，好快。咁但係反而真真功喎，咁但係可能都好遠，多年前。香港嗰個金融市場嘅地位，對於我哋一段時間嘅即係我哋講緊十幾年嘅內地嘅發展咧，我哋都見到內地市場嗰個嘅變化。咁我哋嗰個報新聞嘅嗰個嘅嗰個嘅增長，如果我哋過多段時間再發展，我哋嘅經驗呢個我絕對覺得冇問題，一定穩陣。不過始終都係。內地其他城市咧，其實相對嚟講，地方嘅法制啦、對外開放啦、世界嘅融合啦，呢啲我覺得大家可以睇翻啲新聞，
中央提供咗大力嘅政策支持清除废水，打造成有生命嘅环境。如果出台都仲可以有一个好嘅积极嘅政策，但系佢唔系嘅，实际拖住嘅，呢样已经系好严重。喺实际拖落嚟呢个大湾区，点就喺中央面前？亞太區嘅發展政策，甚至乎係一個擴科嘅目標。如果講擴科，深圳講轉到人口多、地多嘅目標，就體現咗唔一個 I T 係令到即係我哋嘅香港自身都做咗好多發展嘅工作。我自己睇法，就我哋做到咁，從中央前面開放啲經濟，咁樣咁做，但我哋嗰個優勢咧，一係就睇翻自己嘅經濟，自己嘅發展，大家唔諗嘅，佢哋會好努力，咁樣嘅，啱啱都做到，啱啱做到，即係我哋啲公司嘅行業都會發展，香港要做到全面嘅一個依靠先成事。香港我哋唔可以咁樣嚟做先，因為你嗰度開放，你就要開放嘅嘢，開放啲人。咁你一定要同邊個講邊個啦？合作得，你出面嚟做啲生意，唔要喺度邊啲人。咁我唔知啦，邊個邊個合作，邊個做。將來咧，香港要為一個可以體現民主嘅政治選擇，我哋應該要關注嘅係人權，人權嘅安全嘅關注，呢個就係我哋嘅重點。你哋去內地咧，冇咁方便，我哋直接冇人問，佢講英文。講英文嚟到香港咧，可以賺錢。你又或者就做呢個香港嘅生意，做呢個貨幣嘅方便，香港嘅生意方便嘅，就好有競爭力。即係香港嘅一個競爭力，當然講係養嘅人民，唔係淨係人哋呢啲嘅人民，我講嘅係吸引呢個嘅人才，可以吸引人才，吸引。今年經過一堆幾十週年，咁50週年我哋翻嚟同大家頭先我講完。想紧贴更多理财、投资和生活的资讯，就继续留意我们不同的平台。记得订阅我们 YouTube Channel 和按钮钟仔。